孟子弟七十三代小孙女，掌声鼓励。哦，真的很特别呢。身材好不好？那我这个感觉真的好，还可以。新生代的歌手，欢迎！谢谢洪大哥，还有各位洪大哥的 fans， 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庆儿，孟孟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这次我可以找到孟庆儿，是有一个原因的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教会，一直新教会。对，然后每一次在教会唱歌的时候，我都会被他吸引。我觉得这个人歌声怎么这么好听，然后我后来就上网去查，我查到我孟庆儿是一个创作歌手，不但是有才华创作以外，身材也不错耶。我想说这次特别邀请他来，让我们男的观众有一点福利啊。真是不敢当。那我、身材好不好？那我这个感觉真的好，还可以吗？孟的名字还算很特别，你这跟孟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那个庆字辈，第七十三代孟子弟，七十三代小孙女，掌声鼓励。哦，真的很特别呢。心肝内有滋味开花。